般的角度，所以我们推动的就叫做我们要推动全民的保健，来帮助，不敢说期待，来帮助全民的健保，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国泰民安，远离疾病。今天仅能给各位报告这里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陈会长在1952年就开始写文章，推动中医的复兴、文化的复兴，跟各国的自然医学的结合，走到今天来，点点滴滴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效，在社会上，从我们这边，从各方面，大家都在推动这些的工作。这个不管跟我们会长、跟陈朝玉教授有没有直接间接的关系，总而言之，前人的努力就是我们后人的什么要结伴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我们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、这个地球、人类才会有明天。谢谢各位。